晚上大家好。愿我在这个机缘上，我去年啊，我本身去年开了一个大堂，是开新堂大堂，各位看得出来。然后我去年到今年，我想这一年呢，应该是更多会改善，说会比较好。可是没想到，我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又发现我大量出血，就像老师昨天讲的，我是静脉曲张而引起的大量出血，是从我的食道跟胃跟我的十二指肠血喷出来的。我又去住院，又吸了血，输了血进去。可是后来，我到现在我在查站还在追踪，就像老师昨天讲的，查不出原因，我这个原因到现在还查不出来。他医生都以为我是肝脏的问题，结果查出我的肝脏是没有问题，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我现在都还是在追踪我的身体。那我现在呢是那现在在追踪，我随时都会有一个担心，是怎么样担心我自己随时可能会有状况或是有吐血，所以都非常的担心。那因为我的症状是我小学二年级并发我的风湿性的心脏病，那我就与它共存到去年开了这个大道。那因为我没有条件做支架，那我既然后来是这样，在一个机缘下，我的同学先带我到调整站去，我就去调整了一次。后来他就说我们还有课程一定要来上，我说好，就这一次就机会来了，我就赶快来报名。我今年有跟上面讲，我说希望我怎么今年还没有碰到很棒的老师，结果后来到了，是上天赐予给我的魏老师来引导我学这些长生学所以我这次也很努力的在学习。那我在来学习第二天，我因为赶公车的关系，我的心脏又开始非常的喘。结果上了公车以后，我想到老师说我们可以用手可以放在我们的心脏这里，我的手就放在心脏这里，没想到好奇怪，没有两分钟我的心脏就平静下来了，就不会喘了所以我说哇，这个长生诀这个自然诀是真的很棒。所以我这次也预备跟老师初级中级我还要学到高级班去因为我本身也在做这一方面的教学，我也希望跟老师这边学到这么好的东西以后，把这个爱呢散播出去给我的所有的我的学生、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好，非常感恩老师给我这个上课机会。